2015年5月20日早晨9:27，吴秀雅右脚的袜子缩到了脚后跟的下面。秀雅的右脚在地上扭了扭，不管用，她俯下身想用手去够鞋底的袜子。哎，秀雅，走，一块开会去。好，走。你永远也不知道，你面前看似平静的人，是不是正在被一只袜子折磨着。翘二郎腿是现代人最喜欢的坐姿之一，但是长期翘二郎腿会导致脊椎侧弯，引起腰间盘突出，或者导致静脉曲张，更严重的会导致下肢静脉回流异常，从而导致血栓。栓子脱落之后会随着血液循环进入下腔静脉，最终到达肺部形成肺栓塞，而严重的肺栓塞甚至可以导致死亡。1:1一定不能低于3:1，这是极限。众和集团董事长长期翘二郎腿，但他这次摔倒并不是因为以上原因，而是因为这个电话打的时间太长，他一直翘着二郎腿导致的腿麻。他共摔断了2根肋骨和右臂的耻骨。董事长住院期间，集团业绩下滑，董事长非常生气，在病房把高管训了2个多小时。我不在公司就今天不下去了吗？啊！各位总监，大家辛苦了。但我不得不提醒大家，我对你们这几个月来的工作表现感到非常失望。众和集团内部立刻从上到下行动起来，完全忽略了整个公司的利益，强化工作作风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努力打一个翻身仗，是提升品牌的价值，争取在一个季度内把下滑的业绩搞上去。在明确的目标指引下，公司各部门展开了有序竞争，公司内氛围严肃而和谐。你这么厉害，什么都负责，你怎么不当董事长？哎，你怎么说话了？秦总，你跟接着吵，多大岁数的人了？公平起见，这次茶饮料这项目，你们策划部、广告部分别做个模拟竞标，谁赢了这个推广谁来做。时值一年一度的员工评级考核期间，员工们一个个干劲十足，每天努力工作，久久不愿意离开公司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翘二郎腿不但会造成身体疾病，还会引起内卷。咱们把手上的活放一放哈，总部要求我们策划部
还有广告部一起参加一次内部的模拟竞标，为公司即将推出的新款茶饮料策划一次推广活动。这跟咱们内宣部有什么关系啊？现在咱们集团内部就是这种狼性的氛围啊，这是上面下的死任务，一个月的时间，三个部门必须把推广活动的具体方案提交上去。我说经理啊，咱们这么不是去丢人去了吗？跟人家专业的比肯定比不过人家啊。再说了，你说这事儿咱们干好了耽误自己的本职工作，不干好那影响在领导眼里的形象，这谁愿意干呀？你就在那说怪话是吧？我再说一遍啊，这是我们必须完成的工作。林旭，哎，你有什么想法说两句。这个我真干不了，就我没这个金刚钻，我也不来这个瓷器活。而且这个月是第三季度的集团宣传总结，您说哪个重要？我认为你的勇气更重要。坐下吧，何小丽。我不行，我能力不行。那个秀雅最能干了，我投秀雅一票。我们我也投秀雅一票。哎，我不是，你们这你一票我一票的选组长呢。啊，但是秀雅你当组长我没有意见，你工作那么积极，这活就应该你干。可是我手头有别的工作。吴秀雅，就是你了。可是人手不够对吧？这样，我把马超、黄静还有小邹都分派给你。不是，其实我干不了。你干也得干，不干也得干，你还跟我这讨价还价？干干干！明天早会继续啊。经理，我还没答应。幸亏没叫我。26岁的吴秀雅，是一家大型综合商业集团内宣部的普通专员。他的工作主要负责撰写和编辑企业内刊、企业内部公众号，组织员工间的企业文化互动活动。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宣传领导说了什么。这些场景是你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的结果。我们都习惯了以貌取人，看到一张脸就会对他的主人产生牢不可破的第一印象。吴秀雅在这方面吃了很多亏，他长着一张灵动且看起来聪明的脸，一般人会对这样的脸产生戒备心，但谁能想到吴秀雅是个讨好型人格呢？他敏感地感受到这份戒备，就会加倍努力，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。越努力越讨好，越讨好越没有自我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。我觉得这次二组组长的人选应该就是你了。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你能力强，工作态度好，成绩都有目共睹。再说你来部门都4年了，资历也够了。因为他的讨好型人格，原本早就该属于他的机会一次次的被安排给别人。被新建立的二组，我觉得组长可以考虑吴秀雅。吴秀雅这孩子啊，我真特喜欢，工作认真负责，态度还特别好。就是咖啡，没人泡的比他好喝。你让他干点行政方面的小事儿吧，他根本不是人家工作范围之内的，人家干的特别漂亮。你说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合适可守的人，你让人家当组长，我是不是太可惜了呀？这秀雅会不会有情绪啊？秀雅这孩子啊，脾气特别好，当不上组长，人家不说什么的。因为他的讨好型人格，原本不应该属于他的工作，也会被安排到他身上。喂。哎，你在哪儿呢？吴妈和晚报的主编要吃午饭了，让你给点个餐。我在采访秦总，视察物流分公司呢。要不，老妈你帮个忙，帮忙点一下呗。啊，我这也忙着呢。哎呀，平时点餐不都是你来的吗？又不麻烦，有你跟我说话，这功夫都点完了，赶紧的吧啊。可这也不是我的工作呀。不是，点餐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真干不来，
你快点吧啊！他们几个人啊？有什么要求吗？五个人，没要求。马超，马超，嗯，咱们的餐到了吗？我不知道啊。胡经理不会让你点餐吗？你没忘了吧？我没忘，哦，交代给秀雅了，还没到呢。我问啊，我问。8:53正餐愉快。秀雅，你的外卖到了。这些都是经验之谈，是吧？推陈出新，就要交给你们这些有想法的年轻人。啊，吴秀雅呀，吴秀雅，我吃不吃无所谓，你让人黄大主编生生在那饿了2个小时，晚报的资源对咱们来讲有多重要，你知不知道？每年我们能在那晚报上多发几篇这个企业的文章，对咱们部门来讲那有多大的帮助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？那是我们的业绩，懂不懂？得罪得起吗？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我将来怎么把重要的事情交给你？吴秀雅本是可以解释这个冤枉的，但是她不想因为自己的解释出卖同事马超。还有秀雅，你也要替郑浩考虑考虑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是人家的女朋友了，人家那么优秀，咱们也不能差，对不对呀？行了，回去吧。好的，经理。哎，我差点忘了，我女儿的演讲稿，一会儿我发给你，你今天晚上慢慢改，明天发我就行。嗯。哎，胡妈冲你发火了。没有啊，就是让我下次注意。哎呦，他这个人也是，整天计较这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儿，这个领导当的吧？哎呦，不过秀雅，你得注意啊，你得保持手机时刻有信号，得能接到电话呀。你看，我这本来是想给你个机会，在他面前好好表现表现，好名正言顺的竞争组长，是吧？注意啊。马路对面新开一家火锅，哎，我听 HR 的小王说味道可正宗的嘞，跟重庆本地的一模一样。我也听说了，我查一查啊。你能去吗？你不是说你那表填不完吗？小表妹呢？亲爱的，小丽姐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？胡总让我把咱们内宣部上半年所有文章的数据反馈都列出来，明天一早就要交。哎呀，这个 Excel 表格已经快把我搞疯掉了，这个我真的搞不定，弄一晚上都搞不定，求求你了。我今天还得把秦总视察的采访稿写好。但这个表格关系到我们内宣部的业绩考察呀，你要是不帮我的话，明天早上我交不了，胡总怪罪下来，我们整个部门都要受牵连的。我这个人的事小，是集体的事大呀。吴秀雅觉得很无奈，原本是求自己帮忙，但是听起来却成了如果不帮他，就要连累整个部门，又成了自己的错。那你发给我吧，我就知道你会帮我的。这个对你来说不就是小菜一碟吗？其实也不是，我弄这个也是要花很多时间的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所以我说我搞不定嘛。你心最好了，那天他们还说你怎么能找到这么好的男朋友，我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呀，人秀雅一看未来就是贤妻良母，这么善良，正好肯定特别喜欢你。可不，谁娶了秀雅谁有福气。胡经理和小丽分别提到的正好就是吴秀雅的男朋友。正好今年28岁，是集团里公认的最有前途的青年才俊。如果贵公司要自己研发的话，我想至少也不会低于60万。郑浩是市场部业界最突出的年轻人，
是连续三年的全公司销售冠军。郑浩给董事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他也成为了市场部最年轻的副总监。集团内部一直传说，郑浩今年就希望升为最年轻的总监，不出三年他就会被提升为集团副总裁。来来来来来哦，哎呦，王总，你小子在这儿呢。哎，我敬你，我敬你。今年这个项目要一出，你小子可要往上窜一窜了呀。嗨，这不是托您的福吗？正好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团队。张岩，到，快过来。哎，这是我们部门的张岩，您不是爱喝威士忌吗？找他全盛采最好，没问题。那太好了，那我们大伙儿一块儿敬一个，好吧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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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浩哥那女朋友你们看到了吧？嗯，看到，感觉差点意思，一直站在那也不说话，像个花瓶一样。对，也不知道浩哥看上他哪。哎，我听咱们部门磊子说，郑浩说他这个女朋友特别适合娶回家做老婆。哦，这样。哎，不是，现在都2015年了，怎么男人娶老婆的标准还是一成不变？对呀，对呀，永远都是那个词，一世宜家。像咱们这种太优秀的，还不如人傻白甜好些。对呀、啊，我们还没男朋友呢。你俩谈了快2年了吧？打算啥时候结婚啊？我们还没讨论过这个问题呢。没讨论归没讨论，但现在就得规划起来了呀。得先去医院检查，还得弄牙齿，还得补充叶酸、DHA， 还有各种维生素，可多事情，可复杂了。我可有经验，哎，人家现在有机会当组长的呀，你这个干什么？小丽姐，我还得赶紧把你这个 Excel 弄好，不然时间来不及了。哦，那你忙你忙啊。哦，对了，我们晚上说要去吃那家新开的重庆火锅，你也一起来吧。好，别忘了啊。嗯，对了，我们晚上说要去吃那家新开的重庆火锅，你也一起来吧。肥是白减，对，他肥还分水。嗯，来喝口水。嗯，贝雅，嗯，忘记叫吴秀雅了。因为害怕见到面的尴尬，现在搞得对不住别人的好像是自己。也不用等，他现在呀，为了当组长，拼命表现。不过，以他跟胡妈的关系，好像也用不着表现。哎，不是，他跟胡经理什么关系啊？你不知道啊？我不知道啊，她男朋友郑浩的妈妈是胡经理的大学同学闺蜜，怪不得呀，这你都不知道，真喜欢知道啊。走吧，吃饭了，走走走。明明自己是凭本事干活，明明自己很努力还帮助了别人，可就因为领导是男朋友妈妈的闺蜜，所有的人就只愿意相信潜规则，而看不见秀雅的努力了。秀雅心里十分委屈，她知道那些人本质上是在利用她和欺负她，可是她没法揭穿，一旦说出来就会陷入无尽的解释和冲突中。
于是他愈发的想要好好表现，想来证明自己不是关系户。是的，秀雅致命的弱点不是男朋友，也不是男朋友妈的闺蜜，而是她的讨好型人格。秀雅记忆中自己也曾有过这样旁若无人的瞬间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解开这个谜团，看看吴秀雅是如何变成现在这样的。我觉得这房子挺好的呀。好什么好啊，你看这地板滋溜滋溜的，墙壁都掉漆了，那主卧室整对着厕所，多别扭。要不重新装修一下，可以把我这个房间的墙刷成红色的，我一直特别想要天使艾米丽那种屋子。行了，还不知道住多长时间呢，没准过一段时间又搬了，又不是自己的房子，还装修，凑合凑合得了。嗯，为什么非得凑合呀？我好不容易才适应深圳，怎么就不能留在深圳，不跟着我爸一起搬过来吗？不跟着你爸过来，谁照顾他呀？他一个大活人，结婚之前不也没把自己过死吗？为什么结婚之后就残疾了？结婚之后啊，就必须得要人照顾了。你要是活着只剩下照顾他，那你活得真是太没滋味。哎，自我。你小孩子家家的，懂什么自我呀？我要是不照顾你爸，你们爷儿俩，你们吴家人指不定怎么说我。你都不知道，刚结婚那会儿我不会做饭，你看看你姑姑说我。我妈打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跟着我爸搬来搬去的，她最早那个商场副经理的工作就挺好的，人也比现在开心。现在都跟着我爸搬了四个城市了，我爸那职位是越做越大，我妈现在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了。哎，她就是为了讨我爸那一家子人的喜欢才把自己给活没的，所以现在才这么痛苦。你妈这也是一种伟大的牺牲，总得有人为家庭牺牲啊。不
你要是说为革命牺牲我可以理解，你为家庭牺牲你不是扯淡的吗？家庭应该是保护我们的，那这个时候要是还需要牺牲，那不就成敌人了？以后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都穿黑色的，带个小白花，今天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一起缅怀为家庭牺牲的可怜人们。今天又一对新人不幸结婚，遭到家庭的迫害，请问你们二位商量好了吗？结婚之后牺牲哪个呀？哦，牺牲妻子是吧？太好了，一般牺牲的都是妻子。那现在朋友们，就让我们为即将牺牲的新娘一起默哀三分钟吧。什么？你太逗了。哎，你去新学校报到了吗？没呢，明天去。哎，紧张吗？这有啥紧张的呀，我就是想去新学校看看新同学都长什么样，说不定还能遇到像你一样的好朋友呢。一定会的。今天是2005年3月28日，农历2月19，今天最高气温18摄氏度。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，各地积极开展申报奥运会吉祥物的大规模宣传活动。目前包括上海南站内各地说这家怎么能收拾出来呀、啊？什么东西都找不着。我不先得把厨房、厕所收拾出来吗？厨房都收拾半天了，早饭还没做好啊。行了，别叨叨了，来了来了。嗯，来吧，吃吧。不是我说你呢，你说你做事能不能有点计划性？咱们能不能先把客厅收拾出来？你说这点地方，咱三个人怎么吃早饭呀？怎么就不能吃早饭了呀？这马上能收拾出来的吗？这不得一点一点收拾吗？一下能收拾干净吗？我这是也忙他半天了。妈啊，我这个季节要穿的衣服在哪儿啊？我的帽衫、牛仔裤，哎，不是都在那个箱子里呢吗？你这么大孩子了，自己去找找翻翻。啊，别动着。我说什么？你得有点计划性，你得把我们换洗的衣服先找出来。就都是我没计划了，啊！你们就不能自己把衣服找找吗？这不都是你的事儿吗？我的事儿，我还不想搬家呢，我还想在深圳呢。这不是你自己要跟着来吗？你得有点心理准备，因为咱们班是尖子班嘛，所以学习任务可能会比较重。不过咱们同学人都不错，我相信你们会处得很融洽的。然后有什么事儿随时跟我说，好吧？我去，新来的吧，彪哥。长得什么样呀？哎，那就是咱班新来的转校生吧。这才几月啊，裙子都穿上了，照样。咱们班今天迎来一位新的同学，希望大家像对待老同学一样对待他，让他感受到咱们这个班集体的温暖。大家欢迎吴秀雅同学。王子豪，你去最后一排跟张扬一起坐。啊？为什么又把我调到张扬旁边？我还不想跟你一块坐呢。哎，老师，可以让新来的同学和我一起坐。你俩哪儿那么多废话？赶紧过去坐坐，快点，快点坐，快坐，快点。坐老师，哎，你坐在班长石野旁边。谢谢老师。没事。班长，哎，多帮助新来的同学，让他尽快适应环境。好的。行，那咱们上课。翻开课本第78页。咱们这节课呢，接着讲空间几何题。用不行。来，你看那个区分吧，我占月如，你呢？明明是零二先和逍遥在一起的，凭什么被月如抢走？那爱情哪有什么先来后到啊？那是因为李逍遥失忆了，要不然哪轮到他？才不是，我也喜欢李月如，我觉得他特别酷，是吧？哎，你看到他死的那集了吗？韩倩、刘鹏阳，你们过来。
怎么了？我们俩单独说话太突然。啊谢谢班长。喂，你想干嘛呀？什么叫我想干嘛？别人都没穿裙子呢，就你穿了。你说你想干嘛？我穿裙子是因为我刚搬过来，我的衣服都在箱子里，我只有这一件可以穿。你当我们是傻子呀？这种烂借口谁信啊？这刚几月呀，别人都没穿呢啊！你刚转学来就穿裙子，哼，就只能说明啊，是你心机，是你太想出风头了。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？我刚刚已经好好跟你解释了，我是没办法我才穿的。再说了，就算我是故意要穿裙子，那又怎么了？啊，学校有规定说不许穿裙子吗？学校是没有规定不许穿裙子，但那是因为啊，该做什么了，大家心里都清楚。七中呢是个好学校，可容不得不好好学习、搞歪门邪道的学生。我警告你啊，七中的水很深的，你刚转学来，不要总惦记着出风头。明天你不许穿裙子了，还有啊，明天你去找一下老师。主动要求换一下座位。我为什么要换座位啊？因为方露不想你坐班长旁边。你别废话。你刚才说七中是好学校，容不下搞邪门歪道的学生。那你们这算不算搞邪门歪道啊？你自相矛盾，你知道吗？嗨，还有啊，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，别人管不着。座位是老师安排的，如果方露有什么不满意的，他可以找老师去反映啊。老师，你能给那个新来的同学换一个座位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想坐班长旁边。你看老师到时候怎么说。他们都说什么了？就是说我今天穿裙子是故意出风头，说可难听了，还让我以后都不许穿裙子。这也太过分了吧。就是啊，反正我听那意思大概就是班主任今天把我安排坐在了班长旁边，然后方露又想坐班长旁边，所以就看我不顺眼。不过班长人还挺好的，今天看我凉还把衣服借给我穿。那班长给你衣服的时候你没拒绝一下？我是犹豫了一下，我想着毕竟男女有别，不过我一看那帮女生的那个表情，我这气儿一下就上来了。不是，凭什么他们让我换衣服我就得换衣服，他们让我换座位我就得换座位啊？必须得学会跟这帮人说不，不然他们以后更蹬鼻子上脸。哦，本来今天下午我已经拿到新校服了，但听那个女生这么一说，我还就偏要穿裙子。你不是说现在穿裙子还凉吗？也搞不懂你到底是聪明还是傻。那我要不穿，我不就变成认怂了吗？那你以后跟这些女生的关系会越来越差。差就差吧，人总不能靠讨好别人活着吧。我才不要活成像我妈那样，多委屈。妈，我红裙子呢。妈，哎，我红裙子呢。我洗了，在洗衣机里。啊，师爷，衣服还你。是你啊，没穿裙子我差点没认出来。昨天穿裙子是因为我妈忘把我衣服拿出来，昨天就快冻死我了，今天比昨天还冷，我才不傻呢。这天穿裙子确实有点凉。你不凉吗？
兄弟们，我不打了，啊，我回教室了，我得回去补作业。那我们少人啊，这。哎，带我一个呗。你会打篮球？怎么了？不相信我会打篮球啊？好好好，来吧，来吧，把衣服给他。行，给，那我走啊。你跟我们队啊。行，好了，来吧。好的，好。哇！哦，小乔。哇！等一下，我袜子锁进去了。啊！没看出来，你还挺喜欢打篮球。嗯，我在深圳的时候跟我最好的朋友学的，我们经常一块打。打篮球能让我放松下来。我发现你打篮球的时候也跟平时不太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就是感觉你在打篮球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你，平时有点装。我怎么装了我？装好学生呗。你看你那铅笔削得那么整齐，还有你这衣服穿的，哎呦。我也不喜欢这样，都是我妈让。我听说了，你妈是我们学校教导主任。我看看，还行，还有救，有点反骨，不过也不多，你可以多向我学习学习。第一天来就穿那么花哨，吸引别人注意力，还跟男生打篮球，这种事儿我们打死都做不来，也不知道他哪儿学的。谁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转学过来的？没准啊，就是因为摊上什么事儿被开除了。他是在原来的学校犯了事儿才转学过来的。什么事儿啊？吴秀雅没有想到，关于他转学原因的谣言会以光速在校园内传播开来。这也太牛了！而且越传越离谱，越传越不堪，他成了别人眼中的坏学生。哎，方璐，正好你帮我通知一下咱班同学，就周六一早那个运动会入场式的排练咱们取消了，不用去体育场集合了。你让大家上午8点到高中部小礼堂门口集合，听省高考状元的报告。那个务必把每个人都通知到啊。好。对。不画箭头。还来不来啊？哥来了。陆，吃根香蕉呗。别烦我，再烦我找人收拾你。不是你给我面子啊，我请你吃饭。我们班新来了个转校生，那女孩挺漂亮的，要不你去找她吧。穿红裙的那个。吴秀雅并不知道更改集合地点的事，方璐打电话通知了全班同学，唯独没有告诉她。
真来了。裙子呢？你谁？高端七班，毛彪，叫我们呗。这都不知道啊？哼，我又不认识你，交什么朋友？这不就认识了吗？走，咱们去录像厅看个片儿，去 KTV 唱歌也行。冯小娟到。韩丽雅到。方璐到。吴秀雅，吴秀雅，吴秀雅，放开我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，干什么呢？放开他！你们干什么呢？你们小屁孩，没你事啊！给我滚！他是我们班同学，怎么就没我事了？别惹麻烦啊！我可告老师了！你小屁孩，你给我滚一边去！此时的吴秀雅尚且不知道，这场打架事件将在她的人生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哎，大家坐下，这儿同学都很苦恨。哎，吴秀雅是新转来的吗？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，怎么要说走班级的弄红旗呢？都怪那个吴秀雅，要不是因为她，咱们班也不会被批评。就是，还连累了班长。我花多少钱把你转到七中，你就这么回报我？你让我脸往哪儿搁呀？女孩子家，你不学好呢你啊？你跟着男生鬼混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我没有。你还学会顶嘴了你？你瞧你平时被你妈惯的，你一个女孩子，你好好学会承认错误不就行了吗？我一定把你这坏毛病搬过来。你改不改？你说。我根本就没有做错，我是被冤枉的。我只是没有讨好他们，我没有随大溜。你嘴还硬是吧？你不改？我让你。你改不改？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。你再跟你男朋友鬼混，去打篮球。妈，真硬，气死我了你！妈，我让你再跟男生打篮球，你永远连球都不能够再碰。我就不信我扳不过你了。你还不相信？我可以不这么说吗？可以，那我去替你说。那我还是自己说吧。好点了吗？就准备上课。哎，谁呀？怎么了，孟老师？我想换个位置。为什么呀？这个位置影响我学习了。你先坐，先上课。你别太难受了，过段时间就好了。
不行，我没做错，我不受这样的委屈，我得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没有错。你怎么让他们知道呢？你总不能一个个去解释吧？还是算了吧，好好把学习搞好，他们就不会说你什么了。你坐那儿。主任，我有事先走了，麻烦您了。好，老师们、同学们，三天前我们学校发生了一起学生打架事件，我们高二三班学生和高三年级七班五班都有学生卷入，性质非常的恶劣，目前校方已经对相关的学生进行了严肃的处理。今天大课间时间，我们全体师生都不去参加课间操，大家都留在教室里，我们一起听一听吴秀雅同学做出的检讨。我是高二三班的吴秀雅。4月17日，因为我擅自脱离班集体活动，导致我班班长石野和高三学长毛彪发生冲突，对校风校纪、班级荣誉造成了严重的伤害。我在这里向全校同学和老师做出深刻的检讨。首先我要承认自己的错误，但我还想澄清一下整个事情的起因。因为学校里都在传他俩打架是因为我去体育馆呢，是因为我没有接到彩排取消的通知，但老师不听我解释，就说他俩打架全都因我而起。不是，什么叫全都因我而起啊？咋的，我是闹钟啊？哦，毛彪确实是因我而起，8点就在体育馆等我了。哇，8点呀，我就没见过起这么早的混混。我非常感谢我的同桌石野，在关键时刻出现救了我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他第二天就要求换座位，还找了个借口说啊，这个座位影响我的学习了。座位还能影响你学习？你学习还看风水啊？我看你妈不是老师，是个法师吧？安静，安静！石野妈妈，你不用担心我会影响你的儿子学习的，我没有那么漂亮。你别把我想成红颜祸水的杨贵妃。哦，当然了，你儿子也没那个本事当唐明皇。你说他多大人了，铅笔削的还那么整齐。我每天上学第一件事，从自己小书包里拿出自己小牛奶，然后放在自己小桌上，干了。不过你每天按时睡觉，你妈还会奖励你一朵小红花的。我后来才知道啊，原来是我们班方露故意不通知我彩排取消的。就是因为我刚来那天穿了个裙子，他们就开始看我不顺眼，还叫了俩人在小卖部门口堵我。警告我说，
你以后不许再穿裙子了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要抢我辣条呢。小声一点。安静，安静，都给我安静！他还说，你老实点儿。我们七中是个好学校，水很深的。不是好学校水还那么深，咋的？你们学校学海无涯啊？但是因为老师不管，他就觉得这都是我的问题，是因为我不团结同学。你早说穿裙子会被欺负，那我就不穿了。你就应该写在校规里。反正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我穿裙子会被欺负了，因为你们这么多人都穿一条裤子。我以后一定主动团结同学，向方路同学学习。老师布置的任务，一般人都是在班里通知一下就行了。方路同学不一样，方路同学一定要回家，不惜浪费电话费，一个一个打电话给同学通知，通知了全班同学，连高年级的毛彪都通知了，甚至都不是一个年级的。方路同学一定特别受他们欢迎。这件事儿不仅影响到了石野，还影响到了我们全班的同学。我在这里做出我深刻的检讨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在危险的时候喊救命，我就应该早上八点跟毛彪去 KTV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你想过说完这些之后会怎么样吗？我就是要把自己的真心话都说出来，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。被你这么造谣污蔑之后，我还怎么做人？我又没有造谣。明明就是你自己活该。那石野呢？穆老师呢？石野本来可以去参加省数学竞赛，以他的实力肯定能拿奖。现在好了，为了你，手臂受伤通报批评，你还让他在全校师生面前丢尽脸面。还有穆老师，他一直都护着你。他老婆生病看病需要很多钱，如果能够评上高级教师，就能多一份工资贴补家用，你知道吗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就为了自己的一时痛快，你把所有的人都给害了。现在好了，全班人都恨你，以后别想过一天好日子。当着全校师生的面，在校广播室里拿着个大喇叭，想胡说什么就胡说什么。这有没有家教啊？是，我没有责任。哎呀！16岁的吴秀雅第一次明白，仅仅是说出自己的真心话，就会伤害到这么多人，也让自己更加痛苦。他决定从此以后把自己藏起来，不再跟别人发生冲突，不让别人，也不让自己再受伤害。他告诉自己，遇到生气的事就先忍一忍，多为别人着想，不论是家人、朋友，还是那些素不相识的陌生人。一年又一年过去了，吴秀雅再也没有做回原来的自己，而是在这条忍一忍的路上越走越远，变成了现在的她。2005年4月7日中午1:15，吴秀雅的袜子缩到了脚后跟下。16岁的吴秀雅不会想到，
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，十年之后他已经不敢想做就做了。秀雅，走，一块开会去。好，走。大部分人都希望别人能喜欢自己，为了讨别人的喜欢，我们从众开始做别人希望我们做的事，开始把自己藏起来。做自己，别人就真的不会喜欢你了吗？